亲爱的，洋洋今天不是要出门吗？是啊，昨天他还嚷嚷着要开始荣耀赛的特训，我去叫他起来。洋洋，太阳晒屁股喽！洋洋，爸爸早。妈妈做好了早餐，有你最喜欢的芝士面包。啊，我这就来。哎，洋洋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好烫。洋洋，你发烧了。亲爱的，洋洋生病了，我得带他去医院看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昨晚洗澡没吹干头发？我没事的，妈妈，我要去特训。洋洋，洋洋现在这样，怎么特训啊？不去特训，比赛我会跑最后的。这……爸爸，我没关系，我能坚持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先去医院，要是医生伯伯说洋洋能够继续特训，咱们马上过去，好不好？嗯。外面冷，多穿件衣服。早上堵车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小虎，你能不能学学洋洋？自从当上队长，他可都是最早到的。大飞教练，苏阳好像还没到。咦，奇怪，平时洋洋都是最早到的，今天怎么迟到了？该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就你话多，别瞎说。啊？请问是大飞教练吗？苏阳妈妈您好，我是大飞教练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是这样啊。要苏阳多注意休息。好的，再见。大飞教练，洋洋出什么事了？很遗憾，洋洋今天生病了，不能来参加特训了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妈妈，我真的去不了比赛了吗？医生伯伯说了，你得休息两星期。妈妈，我觉得已经好多了，自己能坐起来的。别动，要拿什么跟妈妈说，妈妈给你拿。还没退烧。妈妈，我真的已经没事了，不信你看。洋洋还记得医生伯伯说的话吗？多喝热水，准时吃药，好好休息。明天早上我就能好，真的。洋洋乖，我们明年再参加比赛好不好？妈妈，我想多吃几颗药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因为只有病好了，妈妈才会让我参赛。药又不是糖，怎么能够乱吃？闭上眼睛，好好休息。洋洋好些了吗？精神很差，得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洋洋他还是很想去比赛呢。可是，今年还是放弃参加吧。啊，我去看看。小狐狸，小狐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狐狸，我需要借用你的力量来战胜病魔。小狐狸，小狐狸，不要丢下我，不要丢下我，不要丢下我。做梦吧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看我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！谢谢小虎。来，对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特训吗？队长病了，谁还有心情特训啊？
洋洋，你还好吗？只是感冒发烧，我没事的，休息几天就好。可是下周就要比赛了，我们的特训。要是我参加不了比赛，就辛苦大家帮我多出一份力，代表极速战队取得好成绩。洋洋，这可不像你。是呀，我们的队长一直像个小太阳，可不会说丧气话。啊？就是，队长，你的自信哪里去了？我还等着让你看看我的进步呢。洋洋，别认输哦。对不起大家，让你们担心了，我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大家等我。洋洋，你哭了？才没有呢，就是风太大，沙子吹进眼睛了。窗户关着，哪里来的风啊？小虎。大飞教练，咱们给队长带来的礼物呢？哦，对啊，洋洋，给你的，那。啊？这是。谢谢大家。小的蝴蝶扇动着翅膀，飞舞着奔向奔向那曙光。小小的震动忽然变暴风，呼啸着奔向奔向那海洋。小小的闪电凝聚在心中，快如风惊鸿一条线，小小的赛手，大大的力量，向着那梦想，向着梦想冲刺，哪怕遇到狂风骤雨，风雨再大，相信自己，勇敢去闯，勇敢去闯。勇敢去闯，勇敢去闯。能来吗？他一定会到。可是还差五分钟就要结束报道了。相信他，洋洋的病肯定好了。嘿，大家在说我吗？洋洋，嘿，耶，嘿，洋洋，那是洋洋。大伙们，我回来了。洋洋，队长，洋洋，你没事了？不是说要休息一段时间吗？那是因为感冒害怕我的勇气和信念，他早早就撤退了。苏阳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赢的。谢谢你，杜克。Perfect， 苏阳队长，欢迎归队。别说我没提醒你们，现在还剩两分钟时间报到，错过了可得再等一年了。啊！极速战队，重演极限，重演！